生，你晒花生啊？是啊，晒干去，好收起来。哦，那我帮你试一下干了没有？喂，刚拿出来晒的，没有那么快干的。我试一下嘛，万一有些他自己偷偷干了呢？走开走开，无以奈何家长法，都算不明白，刷干我房子以后还偷偷干。嘿，哦，下雨了哦。咦，你不会真的连无以奈何加减法都算不明白吧？你还是人吗？Dan，你不要听六叔造谣，什么五以内，现在十以内的我都轻松拿捏了。哟哟哟哟哟哟，好厉害哟，还十以内的，水货。耶、yeah, 他吐口水，来，我的水货兄弟，十以内的你给我算明白，花生吃了你够，商店里面的东西全便你咯。请出题。我先来考考他，一加一等于几？二。我来，二加二等于几？四。奶，无疑呢，就开始掰手指来算了。作弊是吗？不可以掰手指来算的吗？把手放到口袋里面去。请出题，五加五等于几？有人。十一。怎么可能十一？你拿手指出来数一下看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。十，我操！什么？不可能啊！